Hello，大家好，我是楚儿，只讲全网最真实的恋爱干货，让你少走感情弯路。约女生出来花了不少钱，却什么都没有发生，这种情况你肯定遇到过。这时你通常面临两个选择，第一种，纵使不情愿，纵使舍不得，也只能对女生含泪说拜拜，回家继续当你的单身狗。みんなで無茶できるのもこれで最後かもしれないんですよ。第二种，你心有不甘，开始生硬的对他动手动脚，甚至来一场赌博式的表白，换来的往往是女生惊恐的眼神和无情的拒绝。我相信这两种结果呀，都不是兄弟们想要的。今天呢，我就来讲一讲，在和女生第一次约会中，你应该怎么做才能和她感情快速升温，甚至当场确定关系。第一步，试探。人与人之间的安全距离在半米左右，而且两性关系中能否打破安全距离是决定你俩是普通朋友还是能够迅速升高关系的关键。作为男人，当然要承担打破安全距离的责任，所以你一定要去试探，目的是测试对方对你的亲密程度。在刚见面女生对你有好感度不清晰的时候，你必须要去做这个事情。测试方式为并排走路，你先后几次更换在他的左右方位，若他也随着你的移动把包不断地挂在你的同侧，则证明啊女生对你防备心较强，反之呢则测试通过。走路的时候尝试靠近女生，若他没有刻意的拉远距离，测试通过。无意识的触碰一下女生，看女生有没有皱眉啊躲避或者是不好的反应，若女生很自然，测试通过。在初期约会的时候，推荐去主题性不强的地方，比如说咖啡厅、水吧，你可以去洗手间，回来呢直接坐在女生的旁边，或者呢拿手机给她看一个有意思的东西，视频啊照片，自然地坐到她的身边去。若女生显得平静自然，测试通过。坐下后用身体先碰碰女生的肩膀，然后大腿自然打开，看看他的大腿碰到你的时候，他的大腿有没有刻意的躲开。看视频的时候可以稍稍的把头往他头上挨一下，如果他继续专注的看视频，可以逐渐加长你俩的头部每次触碰的时间，最后变成完全的靠在一起。第二步，近摸。在第一步，你无意中用手肘、手臂、肩膀去碰了一下女生的大腿啊胸部，你可以解释为不小心，但如果你一手直接抓在人家胸上，则一定是故意的。在第一步测试通过的基础之上，第二步就是要明确地告诉女生，我要和你发生肢体接触。近挪方式通常包括牵手，例如在过马路的时候，绿灯快要变成红灯，你可以迅速地牵起她的手，快红灯了，快跟我跑。女生在这个时候内心紧张感得到释放，会制造一些叫做浪漫的感受，此时呢你的牵手是合情合理的，是浪漫的催化剂。在酒吧，你让女生陪你去厕所，当走过拥挤的人群，她走在你的侧后方时，你可以一把抓过她的手腕。你穿着高跟鞋，这里人多，小心一些。若女生没有拒绝，在十多秒之后你可以再次提醒她慢一点，同时呢抓她的手，自然的从手腕变成牵手，最后变成食指紧握。第二，搂腰。走过凹凸不平的地面的时候，你可以在女生的侧后方用右手抓住女生的右手，然后呢左手环在她的腰间，稳定她的平衡。若女生肢体反馈良好，甚至呢可以顺势发展为从身后抱住她。进入的重点为出手坚决果断不猥琐，在你的态度很明确，就是要和女生升级关系，坚决的牵她抱她，不要不好意思，不要躲躲闪闪。当然了，你一定要尊重女生的意愿，一旦她不愿意，你必须马上的放弃。当你进行到这一步的时候，一些比较传统保守的女生啊，会话里话外的问你，我们是什么关系，这样不好吧，或者是直接挑明要和你确定关系。这个时候是否要和他确定关系，我希望兄弟们尊重女生，遵从你的内心就好。第三步，亲密接触。
最后一步是决定你能不能和他确定关系的关键。当第一步、第二步你都顺利通过，这个时候呢，你可以把女生带到一个相对私密、别人目光不会注视到你的身上的场合，比如咖啡馆角落、电影院，或者是你的家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不用我多说了。如果呢，你在感情面前总是受伤失败，你想要提高自己的恋爱技巧，摆脱单身或者是挽回的话，对于恋爱，即便你现在一无所知，迷茫困惑，那么也不要恐惧，因为学习可以让你成长。添加我的微信号 CCXT668 解决你的情感难题。